乡亲啊，继续来到高雄的基丁，受到年度大漏水的影响，早起一透早又搁淹水了。这个海水是淹入去街路，行人甲骑士拢来撩水，实在是真艰难。另外，屏东东港的东镇里，因为地势较低，嘛淹水了，在地人是真困扰。气象署讲，西南部沿海到24号，这个礼拜三进前，拢爱严防大漏水。边疆桥头摆经过道路，雨水喷起来，为人是爱撩水行过。不过偏偏不落雨，旋转淹水。台湾码头边、海岸路边已经分不清，原来是海水倒灌，灌灭了道路。当年嘛是讲都无奈啦，吼。无奈啦。当年都爱。严重影响啦，可能无遐严重。今年比较还好。还好啦，明天后天还比较高。那今天有做什么准备吗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这个不是台风天啦。我顶届时阵咧淹水个啊，今仔会比往常淹较济无，还是安那？即届是还好啊，无像迄顶年安尼啊，顶年迄是淹较伤严重个啊。到阮兜一楼内底啊，一楼差不多到脚踝啊。消化，我安尼算足惯诶啦吼。啊，即道无啦吼。即道则无。高雄基丁今日透早七点外发生天文地流，海平面加悬，嘛有地势较低基丁真侪所在积水，水嘛淹过民众脚膊。不过，当日六月到八月度海水倒灌问题，民众是感觉真困扰。伫咧东港，嘛有即个情形。透早六点。进水就已经开始甜了。东港地势上低，东镇里街路马龙积水，水上悬达到平常脚土，超上楼梯起了，马希望靠水淹过。咱那个大成路，全家超商到前。积水达到八点半，渐渐提起，不过气象署提醒，西南部沿海地区20号到24号是年度顶头。加上开闽风台渐渐越近，恐惊带来真侪雨水，民众都要提高注意，严防积水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